主料面粉500克，辅料食用芥5克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把发酵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好后，加入面粉中，包好面，把包好的面切一个小剂子，用劲搓均匀，使面细腻柔软，用手团成馒头形状，放蒸笼里30分钟后成型了。出锅好不好看，烹饪技巧，和面是注意水和面的比例，面不要太软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